各位贵宾，法师，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下午好。好。事实上，执行长讲完以后，我想，这执行长把我们该讲的部分大概都已经讲完了。这个素食就是这么重要，这个已经 conclusion。这个结论已经下了，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其实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环境的对人类的一个影响，各方面的影响，我想可能要回归到我们心态。刚刚娄教授也提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谈到心态啊，我就想起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这个状况提出来的不是我提出来，是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余光中教授，他写了一本书，里面他提到这样的东西。他说孔子来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类似像这样子，孔子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他就要印名片，他印名片，然后要中英文，就像我们那个摘要一样，有中英文对照。那孔子啊，就是他那个名片店的老板问他说，那英文要印什么？他就说，哎，你还不知道吗？我就 confuses 嘛，就是这样印啊。那名片店老板就跟他讲说，哎，亏你还是孔子啊， confuses 是恭敬尊称你的孔夫子的意思啊，人要谦虚一点啊，不能这样子自大。所以他就想了半天啊，后来他就跟他讲以前有谁来印过，那用什么名方式印啊。后来就孔子啊，他的名片后来英文就叫做 Johnny Kong。 为什么叫 Johnny Kong？孔子字仲尼呀，仲尼就翻译成英文 Johnny Kong， 就是孔子的英文名字，不是 Confucius。 所以人的一个心态上还是应该要把它拉到比较谦虚一点。那大家会好奇那个名片店老板是谁啊？据说是诸葛亮，反正听听 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心态上我们要拉到人是万物中的一份子，而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动物啊，刚刚执行长也特别提到了，它对于一个二氧化碳啊，对温室效应的这个影响很大，我想大家都能了解。主要的理由啊，就是像牛，它本身不是只是像我们一个胃而已，它有四个胃，牛胃、蜂巢胃、虫干胃、皱胃啊。所以在牛胃这个地方，它很像一个发酵桶，所以它会产生很大量的这个甲烷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它的一个温室效应的效果是会很强的。这个我想大家都理解，也知道说，这个要怎么样救这个地球啊？大概也就是这个早上有连线，没有连线，抱歉，这个这位国际知名的帕佐里这个主席他就是提倡。就是要救地球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素嘛，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很难呢？因为有些成本太高，有些各种不同的一个考量，所以都不太可行。最可行确实就是吃素。可是为什么吃素这么难呢？很多跟病人讲要吃素，即使你用威胁利诱啊，跟他讲你不吃素这个身体不会好，还是很困难。我想最主要理由有很多种，不过待会会从一些角度跟大家思考。不过有一个，我觉得如果要鼓励吃素啊，要多看这样的一个画作，或者你实际上有机会去看一下动物的眼睛啊。孔子告诉我们，观其眸子，人焉收哉啊？你看他眼睛，他那个没办法去做一些掩饰的动作，动物的眼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画作可以看到这个动物啊，请大家去看一下这一头，这是一个小牛，跟两头其他的牛啊，在那边，你可以看到这个眼神，好像这个表情，好像跟他们这样聊天啊，他们也不会谈什么八卦，但是显然啊，那个表情，这个眼神啊，不是就是它只是一个肉在一团肉在那个地方，它是有情感的，它是有智商的，有智力的，他们之间也是有痛苦。也有高兴等等的这个意义。所以这一次我们大连十周年庆的时候，我们有牵拉牛车嘛，这个牵那头牛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牛的眼睛啊，哇，这漂亮，而且真的你看到那个眼睛以后啊，我相信你大概就不太会吃它的肉了。这眼睛会告诉你很多的事情啊，可是人类呢还是一样啊，因为没有看到它眼睛，没有看到它的感
这个触动他的一个互动嘛，所以很多情形我们还是做这样的动作、啊、所以那种杀戮战场啊，这很恐怖的状况啊，人现在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动物他当然也会反扑啊，反扑我想大家印象也许偶尔还有、啊、大家想想看，这个是禽流感，这是在土耳其发生禽流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胸微缩，可以看到这么恐怖的变化。那听到有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就紧张一点了，是说养鸡场啊，就特别消毒一下，然后很多市场啊就禁止去贩卖，或者是禁止去屠宰这个鸡啊。可是时间久一点以后就忘掉了，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啊。现在台湾市场还是一样活鸡现宰的，因为很多的民众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鸡肉，他觉得那个比较好一点，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倒悬之苦啊，这个上人已经跟我们提了许许多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这个大自然界啊，动物界其实跟人这个关系很密切，它也会反扑。譬如说最近很热门的消息就是台湾曾经出现黄牛症，这个是跟吃有关系，黄牛症不是那种库贾氏症的那个狂那样的一个病，台湾是发生了啊。那当然那个之前可能是从英国留学回来，但是这么可怕的一个状况就告诉我们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啊，如果不好好对待它会反扑的。其实人都有情感，你看这个老牛啊，他要把它送到这个已经跟他耕作21年了，要送不到屠宰场去啊，他舍不得，所以要送他到安养中心去啊。牛也有安养中心的、啊，让人家蛮感动的新闻啊。然后不止牛，你看看莫宰羊也不要杀他，他一样这个有情感。以后为什么有情感？就是因为他常常跟他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啊，可以感受得到，原来他也是那么有灵性的，他就不再只是超级市场或者是市场上面的那一块东西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拉到人性、灵性、动物性这个方面来考量。尤其看到可爱动物啊，大家就可能这种心情啊连接性就强一点，看到袋鼠很高兴啊，尤其里面有小袋鼠在这个地方啊，总觉得这种母子情深的感觉啊可以戏弄很多人的心啊。那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小袋鼠啊，事实上是这么小的一个状况，这个大家很难想象。但是这个让人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在哪里啊？那你想想看，小袋鼠在母袋鼠的这个育儿袋里面呢、啊，它袋鼠平常就是跳来跳去的，它不会跳一跳那个找不到它小袋鼠，跳一跳以后突然间发现说哎不见了，然后再回过头来要去寻找失踪的小袋鼠。不太会，这就是大自然界的奥妙。它这个袋鼠的这个奶头啊，它会胀起来，所以小袋鼠一咬上去以后啊，它会把它好像撑住一样，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掉，所以非常了不起啊。更了不起的是，这个袋鼠出生以后，它就在里面，大一点它就在外面，外面一点比较大只的，它偶尔也会跑回来吸袋鼠妈妈的这个奶啊。大家知道这两个奶不一样。一个是新生袋鼠的奶，一个是比较断奶期的奶。人类有办法这样吗？一边是草莓牛奶，一边是巧克力草莓人奶，一边是巧克力人奶，不可能。袋鼠是这样子的，所以让人家叹为观止啊！这个动物界的一个，放弃。
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小袋小小的袋鼠那个可爱的那个样子，所以哎，从楼上都好 ，OK， 那那么可爱的，还可以长成这么大，是让人家非常佩服。好，我们看下一张。楼上可以播下一张吗？再下一页啊。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发生的地点也是在澳洲啊。那么在晚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啊，那他们到这个草原去啊。那到草原去以后大家看到他带着这个来福枪啊，然后夜间灯光一照射的时候啊，那就这样子可以杀戮啊，可以猎杀这个动物、啊。结果可以看得到这个杀袋鼠，袋鼠，然后袋鼠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到这个整个货柜里面呢都是这个袋鼠。那据说他们宣传的效果是说，这个袋鼠肉本身呢、啊、比较没有胆固醇啊，所以好像很健康的样子。可是看到这样子，是不是会觉得哎，好像跟我们想象中那样的一个可爱的动物啊，距离很遥远啊。那是看到这个，我们心里冲击会很大，因为我们心理上就对袋鼠觉得是蛮有亲切感的。可是你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你只对袋鼠好，你就不对猪好？没道理啊，猪一样也很可爱。假如你有机会养猪的话，它一样也很可爱。看下一张，可是呢，这个猪的生存环境啊差这么多、啊。这是猪妈妈出生以后怕它去压到小猪啊，所以你看看它生存的空间都被固定住啊。然后这是小猪啊，生下来以后要阉公猪，公小的公的这个猪啊，猪公要阉的那个状况啊。那这个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医师大概会想到说，这要不要打一点局部麻醉啊，然后或者是要局部要消毒啊，通通没有，就这样子。那它会不会痛？当然会痛啊，因为它有神经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猪的状况跟我们想象的这个情形啊，这个声音可以先小声一点。这是在发生的地点是在美国，那这个播的要不就从上面播好不好？这是发生的地点不是台湾，是在美国。那么在猪的整个一个过程里面，可以让人家觉得非常残忍那个状况，它的哀嚎声啊，声音会小声一点。那这个美国的主播在播这个新闻的时候，自己看到那样的画面也会掉泪啊，舍不得。看到那样的一个状况，那这是美国。下一张，我们看台湾，这个比较人道的宰杀方法是这样子，这叫电毒，把它电昏掉的意思。电昏掉，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在这样夹起来的那个过程中啊，这是非常恐怖残忍的那样的一个画面。那这个它本身在那个阶段，我相信也会分泌很多的这样子对人体不好。再吃进去，当然对我们身体也更不好。下一张，那这是人道，声音在下，不要声音好了。那可以看得到，这是在台中，那用的方法就是这样子，这个更不人道。那直接这样子，把这个喉咙这个地方啊割进去，然后大家看到血在喷的那个状况啊，在台湾现在不人道的屠杀占的一个比例，大概还有差不多70%-80%，非常恐怖的数字啊！所以师兄师姐一定要跟回去啊，跟我们所有的会员提醒啊，千万不要，当然能够吃素这是最好，勉强你没办法天天吃，你偶尔吃的话，也不要说要强调温体，那样的一个猪肉，那是背后就是这样的状况。好，再下一张，这是台，刚刚是台中，那我们再看台南，那这个方式他们就觉得要更有效率，所以整个把它吊起来，这是活的，不是死掉吊起来，活着吊起来，然后这样的话喉咙要杀的话比较容易对准，所以你可以看到猪所受到的一个痛苦啊，即使它要死亡，要这个
变成一个经济动物的那个过程中，那个不人道的一个状况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痛苦，去看到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要想想，袋鼠很可爱，其他动物都很可爱，猪也很可爱，那我们是不是要让他们的一个生存啊多一点点那样的一个机会呢？下一张，那这个场景哦，这是在美国，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是很有效率的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鸡啊，这也是倒悬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这是活的这样进去啊，然后进去这个把它挂好一排一排进去以后出来就已经死掉了，这屠宰机器啊，所以也是很恐怖，所以绝对没有那种广告上一个鸡啊，雄赳赳去啊，激昂昂的讲，就是说它很乐于牺牲为人类，然后变成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肌肉的这个鸡腿啊等等那个状况是没有这个情形的。下一张，然后我们看得到这个状况发生的点是在大陆，那这个是很有创意啊，大家看得到这个自动贩卖机卖的是什么？猜一下，饮料吗？它这用盒子装的是什么？有动会动啊，螃蟹，那大闸蟹啊，一只15块到50块人民币啊，一天可以卖出大概200只左右，那是好像蛮不错的。那而且它标榜的是比较人道，为什么没有绑起来？它是用盒子啊，但是这样子大家知道，这个买回去你还是得给它丢到水里面去啊，它会不会痛？会啊，因为它有神经。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啊，有时候只是看到这个盘子上面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还是要去想想看这个背后它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下一张，所以我们的素食啊其实还是最好，因为就是可以免除刚刚这些很可怕的那些画面啊，其实它的营养素是很够的，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它都在里面。下一张，那它里面啊，下一张本身也含有很多的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对我们健康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啊。医学上的一些数字啊，也可以告诉我们。下一张，它对于很多的这个情形啊，几样这个研究，那这个研究都是执行长他在进行的，那有些已经发表，那有些也正在进行中，可以看得到它对血管的弹性啊。下一张，那么吃素的这个状况的话，是它的血管的一个弹性度啊，会来得比较好。意思就是说，从上面那个线条就表示啊，整个的一个血管弹性好就比较不容易中风硬化。那这个跟吃素的时间长短是成正比的。下一张，然后这个心血管指标，我们可以看得到，胆固醇它的量比较低，低密度胆固醇也比较低，因为那是不好的胆固醇了。然后发炎指数 CRP 也比较低啊，这都是荤还是素呢？按一下，好，那这个就是反正大家知道，这个就是素食它可以达到的这个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有一些指标上面是蛮好，这都已经发表在国外知名的杂志啊。下一张，这个是这个再按一下。素食者，然后素食跟癌症，这也有很多人做这方面的研究，都可以看到它的比例啊，是比荤食者要来的低啊。下一张，那跟体重跟糖尿病的关系啊，这个也是很明显的一个数字啊，它罹患糖尿病仅有非素食者的51%啊，也就是将近减少一半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机会，这是国外的研究。下一张。那在大连我们也对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啊，胰岛素的一个阻抗，那因为胰岛素就好像那把钥匙一样，它开门可以让血糖进到我们细胞去啊，那这个钥匙有时候会生锈开不了门啊，跟肥胖有关系啊，所以吃素会让这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增加，所以很多病啊，事实上根本你不用去吃药，你只要改变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它都可以治愈的。下一张，这已经发表在一个也是知名的杂志里面了，然后这个是骨质疏松的这个状况，大家会有个错误的认知，认为骨质疏松是不是吃素比较容易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下一张，那我们的研究台湾青壮年女生的这个骨质的一个密度啊，事实上跟吃不吃
素是没有关系，它本来就会下降，吃素的没有更明显下降的意思，所以不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你看，舒张压、血液的舒张压、腰围啊，身体质量指数啊、尿酸数值，通通是素食这边、素食这边这个拿出来的成绩是比较优异的，那其他这边都是不好的，这个都是很明确的。我们做一些研究所得到的一个结论。下一张，然后。吃素的大概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有啊，有要注意什么事情？维他命 B12 跟有一种氨基酸啊，它可能跟我们体内的一些反应，有心血管方面的反应有一些相关，但是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下一张，如果透过吃维他命 B12， 这个是如果是吃全素啊，意思就是说蛋奶素的这方面的问题也不会有，但是如果全素的话，补充维他命 B12，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恢复成正常的一个状况。下一张。那这个是原来太高的那一种，这个氨基酸它可以把它下降下来，所以吃素基本上对于我们身体是可以看到，可以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个状况。下一张，下一张。那素食推广啊，你可以看得到长相啊，我们是比较像熊猫，比较不像豹。啊，理由是因为肌肉的关系啊，因为我们要咀嚼，我们不是用吞的。下一张，下一张。然后我们的这个臼齿，我们这个人类的结构，我们有臼齿。你看这些肉食动物，它没有臼齿，它不需要磨的。下一张。然后我们的肠，这个头颅骨的这个颞颌关节，我们是可以左右动的。那如果是肉食动物，它只是一个方向垂直动。下一张。然后我们的肠子啊的长度啊，肉食者是大概只有体长的3倍，那我们的肠子呢，下一张，大概蛮长的，所以是像这个素食者的肠子一样。所以吃完这些东西啊，我们如果吃素的话，下一张，大家知道就会像执行长这样子，很有力道，这个精神抖擞啊，大家可以看到。下一张。要不然下一张也可以这样，也是力道十足啊。好，下一张，下一张。所以这是有一幅画，它画的是动物的未来，我们要决定它的未来是那片血光红色布满的整个画面呢，还是绿色慢慢可以增加呢，就在你我一念之间呢。下一张。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啊，就是能像云林县这个国小一样，即使校长亲吃牛排，他都拒吃啊！谢谢大家。